三年新理ベルです。はい、聞こえたわ。はい、大家好，我是三年新理。ああ、谢谢大家。我是ブルース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ブルース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今天三年新理初めて台湾に来るからどうですか？今日は。いや、もう本当に初台湾楽しみにしていて、果たして。 来过来台湾，他不想说在台湾有这么多喜欢他的影迷跟喜欢他的人在这边，所以来这很担心。他本来以为今天会场大概只有20个人，那因为我跟他讲说，因为火灾的关系又换了一个会场，他想说我大概是在安慰他的，就没想到来这边这么多人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，欢迎他来台湾。